俄乌战事让不少乌克兰的难民无家可归，甚至只能逃到邻近的国家波兰。台北市长柯文哲说，已经和波兰联络，会提供必要协助。华沙市政府哈、致函给台北市政府，他有列出他目前在收容。他已经收容几十万的那个乌克兰的难民了，所以他有些清单需要台北市帮忙紧急救难专入的钱，这个大概人道援助我们要先处理。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说，已经发起募捐行动，因为国际有难，人人有责。对这个人道的资源，不管是在金钱的支持上，以及物资的供应上。只要国际会相关的管道能够做得通的，我们都愿意尽力来帮忙。因为一个国家有事，不单是这个国家的事，是全世界的事。当两位市长在喊话人道救援时 ，PTT 上竟然出现十几篇想收留乌克兰妹的争议文章，被网军转贴到国外网站，还造谣说是柯文哲的粉丝所为。网友看不下去，批评连在国外网站都不忘记黑柯绿网军到底是有多可怕。台湾网军比国军还强，惊呆全世界。绿王军能斗成这样，也让外国人看傻眼。当乌克兰发生悲惨战争，台湾王军却搞政治恶斗。记者杨奇浩、徐国豪 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